接着看明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9度。泰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30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30度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9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气温落在12到27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鱼池、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9度，最高温27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气温落在13到26度之间。苗栗的南庄、狮潭、泰安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5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12度，最高温26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6度，有60%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原乡、大同、南澳最低温在大同16度，也有70%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8度。秀林、万荣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8度。寿丰、丰滨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8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9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在卓溪9度，最高温28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9度。时尚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8度。鹿野、台东市、卑南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9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在金峰17度，最高温29度。兰屿地区温落在24到27度之间，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7度。